Hello， 我们今天来到北村韩屋村，然后它是条老街，很多特色的建筑物。这边其实，它这边其实有点像就是老街啦。然后现在我们走另外一边下来，就是可能是比较靠近上班区、商业区，所以就比较多上班族来这边吃午餐。对，我们是 Hugh， 还要讲电话。对，啊 ，Cardio。OK， 所以后面其实就是算是一个徒步区跟马路混合在一起。对，然后底下如果是在走另外一边上去的话，就是有点像老街。阿妈，你吃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面。面。传统韩国美食。哦。有猪脚。哦，猪脚。对。那个是泰国人。就这个。哦，在旁边。Very nice。我们刚刚在找蓝瓶子，就在我们要吃饭的隔壁。Yeah。好、啊，我们现在要吃这一间黄生家 ，Q 这个老司机啊，带我吃好吃的。你要吃啊？结果我进来看人超多。哇，这边真的很漂亮。对啊，古物建筑，有点像那个日本，你走那种什么蓝山啊，或者什么蓝什么山？蓝山，蓝山哦，或者是走那个清水寺那种，你的坡度飘到会路过一些古老建筑的感觉。哦，我是觉得有种护城河的感觉。踩点。现在来到景福宫。哎、欸，走这边。正殿。好。你昨天看完人家的那个坟墓。我昨天看人家的坟墓。家里。现在看人家，对，昨天看人家是君王的坟墓，现在我们看生前的家在哪里。对。哦，你给他满满的尊重。哇，对啊，我说这边是他们好像拍古装剧的地方，都在这里，都在这边拍。古装或者是脏兵。哦，所以等下有脏兵跑出来，小心哦。68块。真的是蛮大的，而且我都不知道现在在。迷路了，对，有点迷路。应该旁边这个是整的啦，还蛮多人，这好多人穿古装，终于感觉比较多观光客。对，感觉很多观光客，没错。好 ，OK， 正门在这里啊，这边，正门在前面这。你现在来到正门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很大哎、欸，这里，这比，看，这个真的是很大。
这比去那个像什么浅草那个还要大啊。对啊，浅草那个浅草是四啊，对，它这个是它这种就真的是那种皇帝的那种宫庙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后面这个就是正宫了，很大，非常大，对，比我之前去日本浅草那个还要再大，我个人感觉啦，尤其是这边整个空地，大家看，很宽，很宽，我觉得蛮宽的，蛮宽敞。但可能跟浅草不一样，因为浅草他们中间有一些摊贩，对，所以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宽敞。OK， 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在南韩首尔这边。那今天前面没有拍什么东西啊，因为今天早上是在上课，上地雷馆的课程。那今天是第一天的课程，那大概下午一点左右就结束了。那结束之后，我们就是再去乐天塔逛一逛，对，因为在附近而已。然后明天我们上完课，第二天的课程就会回台湾了，所以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。那我们刚刚吃饱，也闲晃了一些，闲晃了一些地方。然后现在我的朋友，教练朋友还在里面帮家人买东西，对。然后等一下就要回去整理行李，对。然后明天再一大早起床去上课。OK， 那这次真的是需要蛮多东西的啦，不论是助教工作行程，还是地雷馆的训练课程，还有这几天的旅游，我觉得都看到蛮多东西的。然后身心里也都充饱电。那我之后会把这些经验呢，可能有趣的事情跟心得分享给大家。好啦，我们台湾见啦，拜拜。